呀？妈妈问了很多错日期了。嗯，别问。啊，不过我也。喂，三金啊，爸爸问了黑呀，一老忙的呀。哎，哎呀，你不要帮我讲呀，我也睡不清桑了。嗯，再问。不要没事脱了。October， 哎呦，没事脱了。October 我也 National Day， it's a great day for the Chinese people。我还不看，再问他听不见。这是新爸爸，不要没事脱了。电话要接的呀，小姑。喂，不来了，不晓得呀。嗯，最早啊要十点钟。那啥地方？你打工厂？根本那当 BB 机不一吧？啊，好，这位。妈妈，侬到超市买了点啥么子啊？喏，买了点牛奶，再买了点金丝尔康。太贵了，不要买了。太贵了，不要买了。妈妈才是为了侬啊，好好教读书，不好好教读书啊，妈妈啥么子也不管。We have got a 7-day trip to Beijing by air。哎呦，烦死脱了 ！October we are National Day， it's a great day for the Chinese people。We have got 7-day。喂，不了了呀，我哪能晓？哎呦，对不起，是其他队长。不好意思，伊还没回来呀。那啥辰光下班个？六点钟啊。哎，哥，那到现在还没回来啦。搿么得呢？那明朝碰头再讲伐？好的。对不起啊，其他队长。嗯，再会。那也好的。六点钟下班，到现在还没回来，比局长还要忙。We have got 7-day trip to Beijing by air.、哎、This was my first flight. 明明啊。啊？到楼上去读书。哦。就来啦。喂，老婆吓了我一肚子跳了快，屋里总归想回来，不过那个我今朝想早点回来，那么想不到单位里的事体也是忙得来不得了个了。是呀。来，请到外头去。进啊进来了。来请啊。哦，放一囡恩读书是吧？哎哟，不瞒侬讲，今朝一到办公室啊，台子上的电话哦，多得来不得了个了。是呀。瞧出没有把眼睛了，现在两只脚，是得了不得了个了。老婆，你看我两个眼睛，就得了不得了个了。所以我想进去睡觉了。谢谢。对不起，我现在想得侬谈谈了。困得些再来，请啊。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打打杀杀笨笨笨笨来做人，一步一个家应招喜门。侬当兵十年生过小李长啊，回来又三个虎头个雨伞老农村，哎呀，又有三个虎头的雨伞。
真空空。哎，我晓得侬要讲个句闲话嘞，我讲侬前头，侬问他，问他，问他。不关侬啥事体。好，不关我啥事体。来来来，坐过去。这两个这位置我不好坐啊。坐到侬自家位置上去。你对面搿面弄得像我办公室一样，真是。哎。开啥个气啊？一家人家全部侪被侬推光了。侬看看看，像个男子汉样子伐？是呀，两手空空的、啊。不关侬啥事体。不关侬啥事体，对个。好啊，来，进来。哟，今朝脑子打得快个嘛，好困觉了，睡觉了，睡觉了，睡。困觉起来。我要跟侬分遗产嘞。啥么子？对个，分家产，侪是侬瞎搞不搞搞的。好好好好好，我侪听侬的，好吧？这个房子是阿拉屋里向人传给我，还是没侬份的。对对对，我招女婿招进来，我哪能会得有份呢？侬晓得就可以。我不要太拎得清哦，搿只对面间房间的装潢东西，侪是我挖出来的。楼浪向一只床，结婚的辰光是我买的。请侬不要忘记，迭只中板是我配的，要么我拿伊拆脱。好的，我叫派头大姐，搿只床全部拨侬。哎呦，派头大姐了，一只床呀！哎，厨房间里向只电冰箱是我买的。哎，侬不要搞错哦，这电冰箱修过哦。修的辰光，底下压缩机是我出钞票调上去的，要么我拿伊拆脱，侬当伊装不想用啊？喏，哎，这电视机总归是我买的吧？不错，是侬个年终奖买的，也请侬记牢，闭路电是我装的，我还拿伊拆脱。好嘞，陆宇啊，既然成立了一家人家，侬要讲分是相当难分开的哦。哎，屋里向这电视机也是爸爸买的。好嘞，平平，电视机爸爸派头大弟送拨侬了。耶，上帝下头有得两代老农业，总归是侬买的喽。小刚头，老总要爸爸要跟妈妈讲闲话了。这个是爸爸下班回来，李龙里的生意叫爸爸打进来的。打进来的。陆远，不要钞票的。那不要钞票。小人不懂了。好像不对的嘛。啊。侬帮我老总的辰光问过我那一块阿里的嘛？一块你帮囡恩妈想的呀。好的，侬卡有不老实，我等下跟侬算账。这个。还有嘞，啥个还有还有啊？都你有事关侬啥事啊？我小姑娘，我跟我屋里脾气也坏交关。啊，老岳，哎，拿上土啊来！我要跟侬拿土啊，跑出来，我跟侬算账来了。哎哟，老岳啊，也是一块地是啦，我都不弄了，我不弄两。啥地了？啥地了？啥地了？我稍微晚眼回来，你就别摆面孔做啥了？好嘞，好嘞，老岳，我晓得个，我是两手空空，一样么子也没拿，总好了吧？侬有么子哦？上帝下头一箱子是侬私房东里买的，所以搿样么子归侬。好，我还算有么子的。至于囡恩平平么是我养的，应该归我。平平好像我还有份的吧？侬有份哦。我当然有份啊。侬肯定有。我绝对有份啊。所以我给侬一个权利。啥个权利？每个号头付500块的生活费。哼，陆宇啊，大概搿天我工作忙，比较晚回来了以后，侬，哦，要么侬下岗了，屋里向我没关心。陆宇啊，侬看迭能好吧？我最近上手头上事体是蛮多的，侬实在不要看我的时候，我先到外头住脱一枪，等侬啥辰光心平气和，我再回来。屋里个开销东西，我会得送得来的，好吧？蛮好。让我忙脱个阶段嘛。侬想住出去了，对吧？工作呀。搿么好的，侬个钞票就不要送到屋里来，每个号头挂辣搿只信箱里。一样回来了嘛。从今朝开始，侬再也不要踏进陆家门。罗玉，侬做啥？罗玉，罗玉，罗玉！爸爸，侬把妈妈哪能了？侬把妈妈赶出去了，爸爸。罗玉啊，你伤害我不好讲的呢。那，搿件事，侬拿去。妈妈，妈妈，侬不要跟爸爸争好了啦！平平晓得哪是平平，勿怪平平最勿好了，妈妈。在哪里啊？在西城啥地方？在啥地方？我走进聂工厂，哎，去看看。看一下。
爸妈妈，阿拉屋里向没来啥家庭运动会嘞，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呀。走完啊。不去了呀，我走。不要别说他了，哼，这么紧，明早人家才开开心心去参加啥家庭运动会，但是我，哎，我今朝随便哪能要想只办法，叫爸爸妈妈到搿搭来碰头，想啥办法呢？哎，有了，我去打个公用电话。哎，哎呀，喂，没钞票。这个是我奶奶。在两厢，好，算了，快点进来好吧，我等侬，怕有人，快点啊！哎，先等等，这位。啊，停！今朝哪能我专门碰着地震朋友了？那个手机老好看哎，帮了爸爸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啊！是吧？这个有啥个稀奇了？都来稀个。叔叔，你叫我打个电话好不啦？我打电话啊，公用电话。没钞票。侬没钞票管我啥事啊？高叔叔。你叫啥人啊？叫侬呀。我又不姓高，我姓李。侬这鼻头老高哎，所以我要叫侬高叔叔。是吧？嗯。老高啊。老高哎。老高。多少号头？12345。一副绳子吗？考的。54321。多绳子啊！留言。有急事，马上到街心花园来。名字。还珠格格。倒班。哎，叔叔。啥的？你再叫我打个电话好不啦？给他打过去啊。你这鼻头老高哎。晓得嘞。像刘德华。是吧？你这眼睛老大哎，像郭富城。真的。你摸老牛哎，就像张学友。哦。那个嘴巴跟黎明的一模一样，帅呆了。不得了，我的脸上四大天王大会穿。说好了啦。再打。来多少？6789010。还是副政治嘛。哎，好的，19876，我想这个留言有急事，马上到街心花园来。还珠格格，是紫薇格格，哪能比紫薇格格了？喏，当爸的妈妈嘛是还珠格格，当爸的爸爸嘛当然是紫薇格格喽，搞不清。现在小姑娘糊涂透得不得了，别人，叔叔啊，手机不来了。No， 回不侬，干啥事？透得了要死，哼！要命了，我家有一起，喂，又做啥了啦？写不写上啊？都写一啥写的啦？又不是拍《还珠格格》了。现在人啊，实用主义。小，啥的，又打电话了。我书包忘记那里呀。四大天王。哎。谁呢啦？我在比四大天王档次上去了。这个女的面孔熟嘞。马上到街心花园来。还珠格格，还珠格格，打错头。刚刚小姑娘是一男啊。哎，看你哪能搿能介看啊？搿能介我要报警哦。妹妹叫报警，侬先看看我是啥人再报警吗？我做啥要晓得侬啥？就看我一眼。我不要看呀。就眯我一眼。我不要眯呀。望我一眼。哎，侬这个人哪能搿能干？想起来了吧？我就是帮侬抄煤气表的。不对啊。抄水表的，送铜装饰的，送牛奶的。啊，我想起来了，侬就是。同班同桌的老同学李三，我就是听到了侬小名字个李三，经常叫侬落城头雨个李三。侬是塌不头李三。哎，塌不头啊！你刚去医院，李三侬这骨头不塌了嘛？上个礼拜2600块刚刚撑起来。哦，停了。来，走。哎呀，老于啊，噶许多日节没看见了，侬好吧？我还可以，侬呢？我啊。不得了！我曾经去过农村里的铁家那辈，也曾经经过工厂上班。
人情，到处的江山一带，也人情，越苦苦啊的脸分开，常常那个。哦，对个，后来阿拉班级里向啥人追求侬成功了？我来猜猜看，小松鼠、金丝猴、大熊猫，好了好了，小白兔，弄得像动物园一样。到底啥人？侬不认得个是吧？下趟我要好好叫见识见识伊。啊，李三，你哪能会得到此地来个？啊，今朝呢，我来贴招聘启事个。哦，侬是来贴招聘启事个？哎，侬呢？我是顺带便来看看招聘启事个。啥？侬还没工作？哦，阿拉厂里向倒闭了，我下岗了。侬讲啥么子啊？那厂里向倒闭了，侬下岗了？啊，真的下岗了？真的下岗了。好，好，下岗了就是好。我下岗了还要好啊？侬下岗了才可以到我这里来上岗。到侬这里？啊？侬是？我才是这里 TTC 海鲜城的总经理。侬是总经理？那不对啊。哦，想啊想啊，我朋友到国外兜了几圈，就开了这边海鲜城，叫我带伊看看啊。好，搿倒蛮好。老姨啊，我想过了，我想正式聘任侬，担任我们 TTC 海鲜城总经理助理及招聘办公室主任，侬看哪能？都勿来这个。好的啊。一下子穿得介高，我也吃勿消。老姨啊，怕点啥？有劳动我辣辣海，侬。胆子大点的做嘛啊！李经理，侬介看得起我吗？那么我试试看。好了，好，李经理，侬放心，我一定会的。啥的啊？侪是劳动我了，用不着写保证书的。来，我来点点情况，等我介绍一下。哎，好好。哟，爸爸妈妈绑走了，我的计划成功了。呀，哪能又是侬啊？李明啊，妈妈。哪能会得认得伊呀？哦，阿拉是老同学呀。哦，冰冰啊，妈妈只考卷是侬打的吧？嗯，搿成绩老好哎，叫我手机打。啊，打拨妈妈做啥？我想叫侬帮爸爸绑头。侬个小姑娘，我跟侬讲过了，大人的事体侬少管管少管管，侬偏要管，侬到底哪能？哎，老爷老爷，做啥到小牛洞去呢？来，我陪侬到海鲜城，阿拉去看看，好吧？哎，好好好，请请。下趟搿种事体勿要做，晓得伐？回去，快点做功课去，妈妈马上回来了啊。哎，请请，小姑娘，少有哪了？爸爸帮妈妈今早又绑不着头了。哎，我要去看看叫爸爸等的小伙子来吧。喜大，我快点啊！陈姐啊，哎，走了家园路，侬要寻个紫薇哥哥，哪能到现在还没寻着了？
齐大，哎，我想反正今朝那个该出任务侪完成了，有就有一眼咯。哎，可是侬啊，讲到工作啊，已经高涨精神百倍，看到家子母，哎，情绪低落，还要加班。哎，啥人是叫我做这个工作呢？啊，如果没眼责任心，搿哪能搞到事体呢？讲到工作，侬辣辣台里向好算第一了，这个不要讲。就讲这个两三百，特指幺二三。哎，其他两三百哪能比幺二三了？哦，我讲的两三百，就是侬为2380个人代办了保险金，又为123个单位当中69个单位纠正了错误。哎，人家当侬恩公了啊！那在了后头支持我嘛？侬来了单位里，工作上算先进。跑到屋里家，看到个家子母噶紧张，哪能好算先进呢？有，徐大，哎，侬今朝教育人有眼一本正经嘛？侬自家好好叫考虑考虑。侬自家不好就想想啊。那、哎、那，上趟㑚太太得侬不开心，嗯，拿侬个被头铺盖拉从四楼子阳台上掼下去呢。伊掼下来嘛，我想办法再掼进去啊。否则半夜里困到啥地方去啊？啊，徐大，哎，今朝机会蛮好。我一直想问侬一个问题啊，嗯，其实侬跟那太太关系哪能会得噶融洽的？这个就说明侬对那爱人还不够了解。我对伊也不了解。女同志啊，啊，就好比是一出热视频，哪能讲？外头看上去好像是男的，实际上里向是沸腾沸腾的。哦，对自家的爱人还要主动的关心关心。嗯嗯，喏，像上趟。我主动陪阿拉爱人外头去荡荡马路啊，让伊去看看我们的监测单位。头些劳动者来了，我们监测单位监下头，享受着应有的合法权益。对个，一个辰光，我还主动陪阿拉爱人去看看电影，看电影啊，让伊看看我们监测单位的工作，几乎辛苦，几乎艰巨啊。有道理个，看电影辰光，哎，还可以培养夫妻感情。看电影不就是本身就看电影，哪能培养夫妻感情呢？看电影辰光，两家都可以讲讲悄悄话，哦，还可以做做小动作。这个侬也讲了，一人一只位置，哪能做小动作呢？侬这个人哪能拎不清呀？不不，侬讲呀。那我一般看电影辰光，哎，我一直看，嗯，我就一直带了爱人呢。哎，我讲。哎呦啊！我这个血发血发才不能血出来了。阿拉没被侬侬自家讲哦，其他，侬刚讲到看电影啊，嗯，我曾经也想陪阿拉太太看过电影啊。哦，有一趟我特地买好两张电影票，哎，特地叫了部差头，请阿拉太太到饭店里吃饭，饭吃以后再叫部差头叫到电影院门口，叫啥到了电影院门口，哎，阿拉太太自家起得来打外票了。哎，做啥呢？电影票过期了，侬。侬这个人啊，搞错脱了，就是工作啊，工作啊。哦对，讲起那爱人，哎，晓得侬早饭没吃够，今朝上半日特地送五只汤包来。哎，你等我不开心送汤包给我吃。哎，侬看到吧，证据确凿啊！哎，你哪能从侬包里拿出来的？伊送来辰光，侬到监察单位去了，侬不来了海。我得侬代收啊！谢谢，开开玩笑，我只好肚皮饿。哎呀，哦哟！欢迎光临。这个小姐马甲都没好，长得像时装模特儿。哎，怎么就是不会动啊？不好动的。为什么不可以动啊？一动要穿帮的，怎么会穿帮呢？你们要看啊！哦，老板不在，给你们看下子啊！哈哈，别人两条腿，他四条腿。这是吧？可以叫厨房间啊，我去可以叫铁牛来了吧？欢迎光临。看到铁牛吧？不晓得。哎，铁牛，铁牛，来！哎，快！哎，铁牛，火车来了不啦？火车不来，再来，走啊！到啥地方了？那今朝马路上警察赶了进来啊，一部车子停了，对过小马路也看见。哦，就是小马路在开的，这好，大家搬上。哎呦，哎，搿么接你呢？
那那那李香娃，让我看看叫叫叫叫来拿过来，快点来，那我们先拿过来。去痛！哎呀，你要到医院里去看的，说不定要开刀的。哎呀！哎呦，郑师傅啊，你看看你这脸色老难看的。弄好看嘞。嘿嘿嘿，你这狐狸，人家都说我好看，像小燕子。我看你不像小燕子。像什么子？像马油崽子。这么难看啊！不相信侬问问听友看呢，就好看不啦？哎哎哎！啊啊啊！来啊！哎。你还看吧，哎，你看那个面孔，色色白，牙齿色色白，眉毛色色白，头发色色白。呸！我是不毛女啊！哎，没没没！哎呀呀呀呀呀！你好看，你好看，你看你这个脸哦，铁青铁青的，活像个青皮蛋。好嘞，莫少嘞。今天你大家面色蛮好看了，搿么家做了去啊，吃不消嘞。到劳动力谈谈去，对个对个，找阿老板谈谈。我这劳动力好乖哎，我问，等于谈谈还。光光屁嘞？哎，好了好了。哎呀，哎，听哎，大爹，这腰光中的农光嘞？哎呀，就是哇，啊，自家来了，来来搞来搞，我给东西痛哎，来搞来搞。这么人往农光嘞？我是女的，男人姓蒋。劳动力。哎，这是有啥事体吧？那事体是个项目，那问题是干么搞的？那其实我，哎呀，哦，罗助理啊，你这个领班嘛，实在太垃圾了。你在家头自从把你招进来以来，已经一个多外头在，天天做做了七八小时呀，一天也没休息，哪不能想得通？哎，阿老板啊，我们从早做到晚，一天下来人吃不消的。哎，我跟他那一样啊，那哪能做嘛，我也哪能做。那几点钟来嘛，我也几点钟来。那几点钟走嘛，我也几点钟走。再讲多做嘛，钞票多发点呀。不过那个么家做，不符合劳动法哦。啊？还有吗？有个。嗯。那赵明文呐，像你这个蹲了这里打工，你都要替你赔三斤了四斤。对。啊？还有吗？有的。嗯。还要顶什么黑通白通嘞？是的啊，怎么做啥不去找总经理谈谈呢？要找总经理谈谈，谈呀，谈不就行了？我们找总经理谈谈，哎，谈。啊，蛮好，整个白人奶奶开我空手位是吧？哎呀，我帮你还口啊，还不忘阶级苦。老李经理，啥到李经理，这个真的是咋了？不得了嘞，开空手位了，不符合劳动法，啥地方不符合劳动法啊？那到我店里向打工，我付工资天经地义，三斤四斤了，啥个三斤四斤啊？这才是国营单位事体，带来这种外商投资的私营企业，浑身不得假，我关照呢。那要走别走，我要走，等我走。走嘛就走，走就走。哎，你来这些子，总有一天要走的。哦哟，指定发展不发展好的，到别地方去做，不哈干的搞上路上了。哎呀，不上台，你别地方好职位呀，叫你怎么最好了？哎呀，到个星期了。站住！说说的，那到啥地方去啊？咦，那外头的生意嘛，你不怎么走走啊？我叫他走到自家岗位上去。哎，啊，不操用嘛，老早好规则了。哎，等我走是交关路。站住！你到哪块去啊？你生活的岗位在这块好站上去好站好了好挺起胸好笑一笑笑的不好了又要地震了哎板子地啥子呢啊李经理今朝能呼气干什么了哎侬不是不晓得这两天董事长到地里乡来对了地里乡的经营状况老不满意我糊涂得不得了伊拉只要等我搞脑子
李经理啊，最近我辣辣报纸高头看到啥个三金咯、四金，都好像社会个热点哦。阿拉店里向呢，最近啊，这种侪是国营单位事体，带来这种外商投资个私营企业浑身不得干。阿拉只要钞票多赚点，生意多做点，工资多发点，奖金多发点，啥个保险金、养老金侪辣辣里向了，对吧？老爷、啊，上趟董事长来对侬是大家赏识，以后有啥个机会上去了。不要忘记他劳动哦。哎，李经理，侬看哪能回事？不过侬自家身体要当心哦。侬看啊，侬眼睛个喏抠下去了喏，面孔也瘦脱一块了。是吧？啊我托朋友到东北去带来只吉林人参，来，帮侬补补身体。李经理，都我不好拿。要个。不好拿。要个。我不好意思。要客气。啊，那么谢谢李经理。上个号头个工资情况都我讲讲。嗯。哪能会得快的？欢迎光临，小姐，我不是来吃饭的啊，一看就晓得。这个你苗头倒蛮会得格个嘛，小姐，请问侬看到一个人跑进去吧？不晓得。啊，那这个人烫长波浪，戴副金丝边眼镜啊？不晓得。啊，那这个人跟侬一样个人长长啊？不晓得。这个人穿啥高跟皮鞋个？不晓得。蛮好，我今朝碰着个天气呢，那侪是不晓得，不晓得。哎呀，个巴黎个你哪能侪不我碰着个？真是刚好来了处理，这个到现在还不来。你处理块冷没来这个冷。哎，小姐，咱家侬阿好让我到里下去坐他一下。欢迎光临。哎呦，小姐哦，又哪能汗毛淋淋个了，小姐。哦哟，到底里向的暖热得来有空调。哎呀！哎呦，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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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能专门跌到我鼻头上了？喂，朋友，侬哪能上去啊？我这个额骨头哎，侬内脏啊，早挖出个老人，这侬要负责啊！我听侬讲。朋友啊，侬额骨头，我鼻头，侬牙当，我女当。碰到这位牙当女当。2600块刚刚藏起来，不能夸夸他，比花边头啥个名堂？2600块刚刚藏起来呀、啊！哎呦，对不起哦，我不是真心的呀。哎呀，现在要紧的啦。我晓得，算得不得了。那么帮我看看呢？看看啊！哎，你看看花的吗？花吗？哎呦，还好还好。哎呦，没花没花。哎呦，我迷途啊！还好没花，倒是没花。磕头哎，早挖他们，我哪能个办法子呢？这办也办，你啥的？这个是我的私人隐私，都侬不得干，好吧？阿拉就到此为止，没事体了啊！就等等，拜拜，再会。哪能碰到这个人啊？不理这个隐私，我关我啥事啊？哎呦！还好没认出来，否则有得讨厌了。哦，谢谢光临。光临了，已经不灵光了，啥物事？哎，刚刚这个人的面孔我熟嘞，好像啥地方看到过啊？抬头刚刚唱起来，哎呀，哎呀，这个人就是偷去我半年工资的老板，他别的啦！哎呀，大家快点哦，嫂子老他别的啦！哎呀，他别的去工地呀！哎，侬看到他别的逃出去嘛？不晓得，哦，不晓得，不晓得。谢谢光临，我无他有得光临嘞，他别的嘞，他别的啊，他别的，我不要逃出老爷。老妈上头来，这位我脸被吓脱了，这个。哎，王小明。哎，沈科长，回来了吗？回来，回来，回来。沈科长，欢迎光临。我也刚刚上过味道的。就是搿台店呀。对个。沈科长。侬打电话拨我，我正好要下班嘞。啥个事体加急了？一定要今朝夜里办啊！侬晓得吧？啊！前台接着封举报信，就是搿饭店。搿么我想趁伊拉辣营业的辰光，阿拉来搞个大串信息，看叫到底是不是搿能样桩事体。怪不得前台叫我好好叫想侬个，看来侬迭个心性啊，好了一点也不错哦。阿拉后头捅我，出来上班。两位大哥，你们朝窗外看，有两个人头上戴着大盖帽，在我们门口走了，走啊走，你不晓得做什么事啦？啊，为了吃饭的，不敢来吃饭啊！哎，看那个衣裳颜色，好像是来动警察嘛。啊，警察，请牛大哥。什么？
上上上天就上天，你来快说的。我从外地到上海来打工，什么收入也没有变，又是被他们抓着去，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哎，你不要问我怎么办，我出来讲，我样样在做的话，看见警察要吓的，你不要紧啊。我看到警察也害怕的。我看到警察就不要紧啊。我出来讲过来，我总不要看见警察吓的。我看到也害怕。我啊，特别张明牌子我也很。进去有手机币了，好吧，好吧，走，好，谢谢光临，嘿嘿嘿嘿，小明啊，哎，搿爿店蛮奇怪的啊，哎，人家一般店门口侪来个迎宾小姐，伊拉对面来个大菜师傅呢，阿拉搿搭有规矩的了，大家轮流上岗了，哦，师傅，哎，侬人哪能辣辣发抖啦？哎，搿抖发抖发是搿爿店个特色了，师傅啊，我想问问侬，㑚店经理辣辣伐？经理啊，哎，跑出去嘞！哦，那么分管城市的同志有吧？只有经理助理是负责城市的。哦，即专门负责城市的。好啊，阿拉就经理。好经理，你得嘞。小明，哎，哎呦，跟老早好讲嘞是不啦？哎，那上头请坐，我来去。哎呦，大家好。小明，哎，老总，小李，情况蛮大啊。哎，清爽蛮清爽的呢。嗯。你两位同志听懂了哦，哎，那我来介绍介绍的啊，各位就是经理助理啊，侬好侬好侬好，搿搭还有一位同志呢，你去哪了？出题了？侬好，不，哎，好擦拭整齐嘞。哦，董志兴哥，这台子我该擦整。侬倒脱了。侬倒脱，侬，对不起啊，重新看。看好了，跟我摆好了。你哪能搿能样子个啦？小兵。商量上事体好吧？侬讲好了。特别的以侬为主该出。应该以侬为主。不，特别的以侬为主好吧？哎呀，陈科长，我刚刚来，对业务又不熟悉个咯。再讲前堂叫我好好叫向侬学习，所以以侬为主，我做记录啊。前堂叫侬向我学习啊？哎。哎，对，地面学习好啊，特个真。董志是负责城市的。哦哟，声音啥地方出来的了？董志叫啥名字啊？啊，请侬配合阿拉进行劳动保障改革工作。看我有没有这个兴趣啊？啊，董事啊，这个不是侬有没有兴趣的问题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侬。要是拒绝检查、拒绝提供有关材料，根据《社会保障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给予警告，并可以处以100,000以下罚款。喂，好了，导致啊。都董志。喂，哎，现在不是拍照片呀，侬用不得姿势摆得噶好看的。那这个监察大队倒蛮滑稽的嘛，连我坐的腔调、样子，侪要拿来监察的。哎，董志啊，哎，小平，嗲来小平嘞。王小平同志。我们就这样检查，我也头一次碰到这么背对背的检查，很有诗意啊。就这样，我来检查。董志，现在请侬配合阿拉测试下列些材料，
营业执照和副本，全部员工的工资单，企业和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养老金保险的缴纳凭证，外劳里使用的批件，劳动员工社会保障的年金手册。读到读了蛮熟的。哎，做这个工作呀。拿出来呀。不，同志，叫侬拿出来。哎，同志啊，这眼材料叫侬拿出来呀。哎呦，搿点材料阿拉侪有啊。侬光讲侪有。哎，我跟㑚讲。哎。吉拉肯定不是来捉人的。哎。看上去好像是帮你了了讲闲话啊！他们是好人啊！现在吉拉是好人，一共走，侬去倒两杯好的茶给吉拉。哈哈，晓得。现在吉拉是好人，进来。对，侬去倒两根好的香烟给吉拉。出去，晓得。现在吉拉是好人，进来到，侬去烧两只好的点心给吉拉。哒哒，晓得嘞。搿么讲提起来，我给封检举信。你秒对了，同志啊！现在先请侬出示企业和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今朝是四号，哎，明朝是五号，好像是发工资日节，那么不要忘记它，500块摆了信箱里。这个那屋里事体，我想伊不大会忘记它的哦。同志啊！我想提醒侬啊，现在是问㑚迭个劳动合同问题，请侬正面回答好吧？劳动合同对不啦？对个，劳动合同没辣裁定过呀。哦，劳动合同签订过。葛末使用外劳来个批件。下个礼拜三，侬要开家长会，你不要伊拉姆妈去，要伊拉爸爸去。葛末不要忘记脱，下个礼拜三辣辣第五教室寻一个叫高老师的。同志啊。这个侬好放心啊，我可以得那朋友或者那男人带个口信的啊。哎，同志啊，我想再次提醒侬，这里不是学堂啊，现在问了这个外劳里的问题，哎，请侬不要答非所问，好吧？关于这个外劳里的问题呢，阿拉店里向是没外劳里的。哦，是没啦。欢迎两位光临，请喝茶。小姐，我听你的口音，你好像不是上海人啊。哎，我是从扬州来的。哦，那我想问你啊，你到这里来打工，有没有去办理过外来劳动用工就业证啊？打工要就业证的？要的。不打，我连黑通白通也没见过。对不起，我们阿老板喊我了。阿老板喊我干什么？啥人叫侬出来的？咦？你叫我出来的，你不是说的吗？来者都是客，他们不是我们店里人，就是客人呢。出来没出来？闲话啥人叫侬介多啊？哎，这个不是我话多哎，是他们话多哎。他们问我话吗？我就回答他们嘞。我妈妈从小就教我了，有人问你话，你要笑嘻嘻的回答，否则啊，不礼貌的。侬这个两句扬州闲话都讲了标准嘞，嘿，家乡话哎，好听的，还可以，老努啊，从明早开始跟我讲上海话，上海话我晓得好哎，要好，哦，眼睛要好，哦，到门口头去笑嘻嘻，晓得。同志啊，我现在最想叫侬。把它看看那三金的交付凭证啊，同志啊，那三金的交付凭证有吧？啥个三金？侬去解释一下。哦，三金就是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还有医疗保险金。保险对不啦？保险买了店里向侪保险过。来，对，同志，那给个香烟吃香烟。同志，我不吃个。啊好，那香烟吃。啊，我不吃个。啊，那不吃个，不吃嘛，我还自家吃走了。还要帮我吃个？嗯。同志啊，我想请问侬，侬到搿爿店里来打工多少辰光了？啊，我就来这一个多号头做啊。那么侬晓得㑚付过三金伐？三，哦，就是啥个社会保障金啊？哎哎，你不付过啊？啥个道理啊？咦，我跟你都讲了呀，只要老板工资多发点，奖金多发点，啥个保险不保险，侪辣里向做啊？不对，我到底是啥人讲？咦，该我们你经理讲的呀？不对，经理唔不得我当面讲过啊，咁么该句我从啥啥货听得来的呢？哎那个，
是你老总的讲呀，那是同志啊，吃点心。师傅，哎，阿拉现在正在进行改制工作，点心不吃。点心不吃？嗯，搿里头小菜交关嘞，把一套金围装一下，黄泥落花架，龙头靠海，再搞大黄鸽了，还小黄青等等，啥稀稀嘞？菜单倒摆了蛮足啊。这是我本王嘛，通通不吃，头卷不吃。哎，搿么吃到龙盖家了？嗨，啥家师傅？嗨，搿头里痛，脚里痛，浑身发抖，去打龙嘛，给砸我砸龙龙啊！师傅，你哪能了？啊，那阿拉周师傅做了实在吃不消，胃痛痛啊！我们都讲你来自一个多号头，天天上班，从来不休息过，吃不消走啊！哎，是在是在，我们天天在过重阳节。重阳节就是九进九出，什么九进九出？早上九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哎，那每天要做十二个钟头啊！哎，甚至一个多号头一天也没休息过啊！哎，怪不得一只只面色才咁难看啊！哎，那今朝闲话老多啊！哎，有点人来疯啊！现在还好等我到厨房间去做事体啦。我要喊啊！光头哥，嗨，给带里头，接里头。好，同志啊，伊拉在了了瞎讲呀。瞎讲呢是搿能介的。好的。既然伊拉在了瞎讲，葛末就请侬测试搿一些材料呢。搿，对不起，我手机响了。喂，李经理啊。阿拉店里向来了两个监察大队的人，讲啥要个合同啊？还有啥个三金四金？哎，都，哦，好好，好啊，好好好，好，侬放心好了，好。嘿嘿嘿嘿嘿，董事啊，哎，那么还是请侬抓紧辰光拿搿眼材料拿出来，好伐？啊，我刚刚讲过了，搿点材料阿拉侪有的，搿么蛮好的，请侬拿出来。勿来了，我处理。在啥人搿搭？来了阿拉总经理搿搭。葛末㑚总经理人呢？阿拉总经理勿出差去了呀。到啥地方啊？到哈尔滨。哦，迭眼材料又勿是身份证了，㑚总经理要随身带个。葛末伊要带得去，我也没办法呀，侬讲对伐？我跟侬讲，迭眼材料㑚肯定。蛮简单个，既然伊拉经理出差外头，而现在材料侪带辣身边，侬就开张询问通知单。同志啊，这个是张询问通知单，请侬辣辣下个礼拜一上班九点钟到了监察大队来接受询问。喏，拿呀。哎，爸爸好，不要弄落汤。我想提醒侬，要是我不来的话，阿拉对那酒店要进行处罚的。同志啊，我想再次提醒侬，那酒店问题相当严重啊，这个外劳来的问题。我一个三斤的交回去了，还有这个其他的。我叫姑娘，她不讲闲话了，三门功课两门不及格。当你讲我问及格啦，一门六十八，一门七十两，比我考了不好，你不要太多哦。我关照侬几分啊？门门功课最起码嘛要八十分以上。啥个六十八了七十两，谁说侬不及格的？侬讲不及格就不及格啦！啊，老三没讲我不及格嘞，还侬嘴巴比我凶嘛？啊，侬老早班级里第几名啊？才第一、第二名哎！侬现在第几名啦？侬再这能讲下去，要倒数第一、第二名嘞！哦，我又不好怪我的咯，侬天天夜到回来脾气大得来不得了一了，哎，我们又多得来不得了一了，我想做功课也做不进。哎，妈妈不是天天来陪侬啊？对我有啥用啦？我们能打死侬懂不啦？我只好去问爸爸。我们能睡着侬懂不啦？我又只好去问爸爸。爸爸都是谁懂的啦？萍萍啊，妈妈不容易的。妈妈下岗了，好不容易去寻份工作。哎，这份工作跟妈妈蛮称心的，也蛮满意的。妈妈是为啥呢？哎，回来回去不是为了侬啊？萍萍，侬晓得吧？妈妈辛辛苦苦的赚钞票，把侬读书，
多少不容易呀、啊！侬哪能对得起我？侬背到背了蛮熟的嘛？啊！你听老几也听出来了呀？我哪记老的呀？哥又不好管我了，侬凶得来不得了了！你什么讲我衣裳脱好脱像山猫？你什么讲我饭吃了脱都像肥猫？后头开始读书嘞，侬总归好不要骂我了吧？读书你叫我写字，我写字叫我背书，背书叫我摸到，侬到底啥地方像妈妈了啦？侬到底啥地方对得起我了啦？你简直就像个容嬷嬷，侬这小猪！呀，好个呀，跑到那妈妈头顶心上来了，对吧？好，蛮好。那妈妈嘛像容嬷嬷，葛么那爸爸像皇阿玛了。从今朝开始，侬到那爷得去，再勿来寻我了。去就去，有啥了不起的啦？哼！呀呀呀！站住！我晓得个呀。我是辛辛苦苦赚眼钞票给侬读书，侬是为了有良心的，我待侬再好也没用啊！开销动静我总归要付的咯。正面代表队，反面代表不队。妹妹啊，去看看叫那爸爸钞票送来了吧？晓得嘞。正面，对。哎呀呀呀呀！陈妹妹啊，陈妹妹，侬还了解我心想笑。晓得我今朝来的目的，只要不是单单送钞票啊，只要是有乐园队啊，好极了。既然侬帮我运气，我还喊点啥么子？我还得喊伊来分家到家去买。
十几年夫妻下来，伊迭个脾气我还不晓得。那个种情况，我侬为了报警去两交过上，马上被伊选出来个是。一半哪能作数了？你一半不作数，搞不你再来一半又不对呢？来来看，嗯，哎，真的不对啊！神经病啊！你晓得我看到有眼黑丝丝的对吧？好的，不对，早点到办公室去困觉去。好子，不对，我来做啥？一比一，三就两身子，阿妈不决定身份。都不对是不对？对？哎呀妈，怎么用我对啊？不算我再来不？不对？对？不对？对？哎呦妈，我今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啦？爸爸，爸爸，不，侬辣做啥啦侬？贝贝啊，嗯，爸爸做，不爸爸爸爸好像做了老多只三妹子。在啥地方？在啥地方啊？哎呦！哎呀，刚不三妹子逃出来了，老不错。哪能个天家会得有得三妹子的啦？大概是只古董材呀。古董材。哎，你，平平啊。嗯。哎，家有弄出来做啥？哦，妈妈叫我来拿生活费的呀。哦，这个是爸爸刚刚摆了信箱里，哎，不要讲在那里，老头子，快点，去马上告爸妈妈去啊。爸爸走了。咦，小姑娘刚好进去啊。爸爸。啊。侬今朝来到底来做啥啦？哎，到底是自家囡恩喏，晓得爸爸来肯定有事体的对伐？不瞒侬讲，今朝爸爸来是来寻一个人谈谈。来寻人谈谈啊？还是寻我啊？找你妈妈。想了妈咪呀、啊哎，爸爸走，阿拉现在就去。爸爸又怕妈妈不肯谈。哟，爸爸是个妻管严。一定的。哎呦，走了啦。明早的，爸爸要我们准备好，不走，你听我，妈妈肯定不谈。明早我就是，妈，你这么要谈他？快点来呀！小姑娘叫侬去拿点钞票呀，噶许多辰光还是来白相了是吧？我又不等了外头白相了，我等了外头碰到人嘞。啥人啊？爸爸。你干啥么子？你刚要找你谈谈。侬对伊讲，我不辣辣屋里。耶，我已经帮伊讲侬辣辣海了。侬对伊讲我没空。我已经帮伊讲侬有空了。一句也听不清。再说你一直教导我，小孩子是不能骗人说谎的。侬去讲吧，侬不讲，我上去困觉去了。我去嘛。爸爸。妹妹啊。妈妈讲伊不相信侬的。不相信我的呀、啊？嗯。哦。哎，平平啊。嗯。去跟爸爸说一句闲话，好吧？嗯。侬跟妈妈讲，就讲不相信爸爸的不要紧的，但是关于搿桩事体的利益关系，要叫妈妈讲讲清爽。嗯。侬记得伊讲，不相信我的没关系，但是关于搿桩事体的利益关系要讲讲清爽。侬记得伊讲，搿桩事体我晓得的，用不着伊提醒的。嗯。侬记得伊讲，搿桩事体我晓得，用勿着侬提醒的。侬对伊讲，再只面拨我，要饭撮我。哦。侬记得伊讲，再只面拨我，要饭撮我。侬记得伊讲，不要上纲上线。哦。侬记得伊讲，不要上纲上线。侬对伊讲，当事人可以罚5000到1万的罚款。哦。侬记得伊讲，当事人可以罚5000到1万的罚款。侬记得伊讲，我吓死脱嘞。哦。侬去对伊讲，我吓死脱嘞！侬对伊讲，爸爸从来不吓人的。哦。侬去对伊讲，爸爸从来不吓人的。那妈妈从来吓过人啊！哦。那妈从来没吓过人。侬对伊讲，伊拉爷高气火嘞。哦。侬去对。你听了说闲话，小人吃力的，妹妹啊。妈，妈就全部看。好好好好，妹妹，爸爸不要弄说闲话，不要弄说闲话。不要说，不要说，不要爸爸进门把妈妈带来的。平平就要死到底！平平，爸爸不晓得妈妈，我要听爸爸讲。平平，我要死！平平啊！我要死！平平，爸爸！爸爸，阿拉平平挂了，挂了，挂了，爸爸回去不哭了，快点。
跑了七十层楼，他能上这个去？不靠，靠了爸爸不会去的。爸爸，你说到底你妈妈，你都啥也无讲了，都把明明讲，我累死了。爸爸，爸爸就告诉你了，好吧？妹妹，即使讲爸爸下趟年纪大了，做不动了，也赚不到钞票了。侬讲爸爸可怜吧？可怜哦。那么就是讲，现在爸爸自家每个号头挣点钞票，单位里也得爸爸挣点钞票，然后等爸爸年纪大了，做不动了以后，搿笔钞票仍然拨了爸爸用。明明讲迭个是好事体还是坏事体啊？好事体。哎，阿拉明明懂事体了呢。爸爸再举个例子好吧？有一台电冰箱，一个老板啊，叫一个工人从早到夜不停的做，而且礼拜天也勿肯休息。爸爸晓得以后，不允许老板顶那样子做。你别讲看，爸爸这个做法是对还是错？对哦。哟呵，妹妹啊，将来可以做大法官。但是你晓得吧？现在妈妈工作的单位就是顶那样子做，侬讲应该不应该？不应该。爸爸讲的老有道理呀、啊，玲玲要帮爸爸忙。玲玲要帮爸爸。爸爸想得妈妈的，妈妈又不肯的。是了，妹妹啊，等了起来了，快点早点进去困觉去啊！爸爸走了。爸爸，冰冰有办法了。侬有啥办法？能，我们就像拍电视连续剧一样，涉及一次绑架案。绑架案？就是侬绑架我呀！我做啥要绑架侬啊？哎呦，这种连续剧拍的不要太精彩了，快点快点，手机下不用用。哎呦，快点呀，爸爸！小姑娘，侬出啥活的行啊？很灵的。大伯爷，你在吧？不在，让娘想我去，想到我地板地用光为止。喂，冰冰，冰冰，侬哪能了，冰冰？我把人家放开了。你这个狗日子！放假侬啊？你啥天放假呢，冰冰？喏，你讲呀，如果今天你不和他谈的话，他就一辈子也不放我回家了。啊！你哪个？哎呦！哎呦！哎呦！爸爸，救我！你救侬啊！冰冰，侬别叫妈妈，马上报警啊！妈妈，侬不要报警，爸爸现在不救我了。哈哈哈哈哈哈！你哪能这些事了？你养西西，你糊弄养西西啊？不想一到后头头嘛，一些牛弄，一些糊弄羊嘻嘻。贝贝，侬跟咱爸爸讲，我对对。妈妈，侬跟爸爸对啊？啊。你讲啥？爸爸刚帮侬对。咱们的计划成功了，进去。侬对伊讲啊？我就在电话里对对。妈妈讲，只帮侬电话里想对。啥么子？我电费用到噶许多，你咋到我电话里对啊？蛮好嘞。蛮好个。不，露西答应你。妈妈，侬等太小。侬看我哪能教训俺娘？老于。叫老于。不，老于。不，哎，同志，老于同志，对不起，忘记他了。寻我做啥？寻侬们倒是事体是这等啊。今朝早头阿拉不是到衲店里来监察嘛？的确。那弟弟在了劳动用工得知社会保障方面啊，存在很多的问题啊。哦，真的呀。那这个只要是那弟心里得知那地位分管城市的人啊，对社会保障的意义还不够明确。是吧？老于同志啊，侬晓得吧？江松书记也讲过啊，社会保障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得知社会问题。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降低在了生活当中的风险，保障伊拉的基本生活，增强伊拉的生活安全感啊。侬吃力吧？吃力个。跟侬泡杯茶好吧？好呀，人生中，老婆我马上进来啊。侬滚！滚！不滚！陈启同志啊，哎，侬讲，我想请教侬一个问题啊。请问。老早嘛，侪有的劳保，有的退休工资，葛么老早的政策跟现在的政策有啥两样伐？哎呦，老于同志啊，这个政策可以讲是一个天一个地啊。那阿拉平心而论啊，其实阿拉每个人侪想辣辣生活当中得到保障啊，侬想吗？过去侪是种家庭一个保障，对吧？
一家人家大家挣点钞票，防防病啊，防防老啊。但发展到后来呢，又成为了企业保障，大家侪蛮开心的。为啥呢？有的退休工资好拿，有的劳保好享受。但是不要忘记啊，社会是辣不断的发展进步啊。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亏损，企业倒闭，企业保障就成了一句空闲话了。所以，阿拉现在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这是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既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当中风险，又增加了伊拉的生活安全感。陆羽啊，两年前没介好的办法，何乐不为呢？搿点道理勿要讲了大人了，平平等于讲才懂，我来叫平平等侬买。平时什么样子老好看的？那啥辰光调班头啊？侬是客气嘞，叫我姆妈了。这个是把侬吓出来的。我再吓侬一吓，还会得叫我阿娘啊？有可能啊。侬蛮会得白相哦。头一趟白相没白相好。白相去帮家囡恩来了。也没帮好。葛么，娘我来帮家囡恩一趟好伐？我想侬好些。葛么侬。很好啊！哦，进去。好。做啥？上去。侬个小囡，好个娘啊！跟那爷两家头连通好的啦，好个。来，等我嫂子寻出来。夫妻道路做思想活动多少难做。算了，下趟再有机会。到了门口不来打。哎呦啊！喂，哪能对了侬啊？哥，同志，对不起，是我不好，侬上通啊？不通，不通，老下意的。同志啊，哎，对不起。啊，不行，有机会再来上上。劳动改革。侬个小人啊，不得了！哎呦，啊，专门逮到我背头打了，啊，不急，平平没事体了，来，走，来，叔叔陪我进去。啊，李经理，对不起，阿拉在等了外头谈谈吧。啊，我刚一路跑过来，不请我到里向坐坐啊。小姑娘，明朝要考试呀，要影响你啊，对不起，阿拉来外头。好的，外头，请。哎，那走，哎呀，伊不肯出来呢，走，出去，哎，好。哎呀，陆羽啊，我晓得个。今朝子劳动改革大队来改革，侬花大得不得了，气没地方出，出了小囡身上是吧？啊，李经理啊，嗯，关于这个三进四进的问题呢，阿拉店里向呢是有问题的。老余啊，这桩事体侬不要去参与了，侬跟老伊拉跑啊，出脚都跟不上，伊拉花头不要出头啊。今朝么三进四进，明朝来个五进六进，后天七进八进，三个礼拜下来260斤我了。不要去参与，更跟不上。不是，这个是辣手的事体啊。是啊，我关照侬，侬一定要帮我顶住。顶住啊！侬不晓得，伊拉收条子多少辣，查出问题就要补，非得要补，还要罚，非得要罚，还要吃滞纳金。但侬一补一吃一罚，没4-5万的啊，搞不定哦。李经理，侬倒蛮清爽。当然了，这种事体我有经验，碰到这种事体，侬一个得一磨，磨不过去就有点拖。实在透不过气就溜，溜，人溜脱了没事体了。哎，李经理，侬肯定溜过啊。我溜过三趟，怪不得。没，我辣溜冰场听人家哥讲起三趟。老余啊，这桩事体是侬受惊了，过脱以后我要好好叫个上上侬。哎，对，阿拉两家头到新木塔去旅游。新木塔。哎。啊，新木塔已经过时了，别人到欧洲六国去旅游，到辰光阿拉两家头租一套总统的套房。阿拉两家头啊？啊，对个，侬住了总统套房，我住了下头的标房。我要让侬好好叫享受享受美国总统夫人西毛拉里的待遇。希拉里？对个，希拉里出访的辰光总归戴顶帽子啊。这事体以后再讲吧。啊，陆羽啊。我今朝来寻侬，想商量用美人计，侬看哪能？美人计。俗话讲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派一个美人去搞定这个改革员。阿拉店里向上尽是美人啦。这个美人呢？哦，我晓得了，有句闲话叫“扬州出美女，要么欢迎光临”啊。哦，带着凳子去啊？那不来事。所以这个美人，我想来想去呢，
只有侬。妈妈不是美人，妈妈是容嬷嬷。侬个小姑娘哪能又下来了啦？哎，萍萍，哪能妈妈是容嬷嬷啊？喏，伊讲了呀，伊今朝蹲了外头不爸爸管，回到屋里向不我管，说我们两个人是一鼻孔子出气。侬讲啥？妈妈讲今朝夜里夜里向蹲了外头不爸爸管。夜里回来又不能够两家头一边工资去。哎，哦，那爸爸长了长长啊，嗯，打大开房，劳动改革。我哪能晓得啊？萍萍啊，侬提供了个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告诉说调查多功能板头，这只板头拆下来，不能到墙壁。哎呀，苍天有眼，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呀，侬哪能早点不讲啊？没事体了，看侬啊，看侬啊。李经理，所以阿拉两家头的事体呢是搿能介的。阿拉两家头呢，那两家头已经是夫妻，我晓得个。阿拉两家头呢，有点小摩擦。哎，这个夫妻之间有点小摩擦，老正常的。阿拉两家头呢，已经有。已经有个小囡，从我讲得好，一直夫妻百年恩，有了小囡，情根深，没问题，看侬啊，看侬啊了。老爷，今朝夜里向。侬要好好叫吃吃枕头风。李经理，啊，阿拉已经要离婚了。离婚嘛更加好啊！让我再看看啊！哎哎，我都出来了。好了，哎，啊，我晓得了。啊？哦哦，三金得知事呢，金已经取出来了。好吧，想想啊，侬放心，我收到了以后，我一定会得拨侬回应的。啊，哎，谢谢侬带了工作支持啊，哈哈。好，这位，这位。好，这位。哎，请讲。哎，徐大，神气是吧？徐大呢？喂，请讲，我神气啊，李伟。哦，三金的支票已经派人送过来了。我看一看啊，谢谢侬啊，还配合了工作，谢谢你。哎，好。哎，我哦，总经理，这个不来塞。侬讲，侬听我讲。嗯，只要伊是在侬单位里工作，侬就必须要为伊付三金。嗯嗯。啊，哎，这个是政策。哎，不要紧，不要紧啊，我来了。好啊。有啥问题打电话来嘛，好啊。好啊，好，谢谢啊，啊，这位。嗯。喂，请讲。喂，请讲。徐大。好，徐大。喂，我在家里喂。喂。啊。喂。哎，小杨，那录音机关掉吧，我听不清楚。哎，可清。到了，到了，到了。喂，喂，哎。啊，喂。喂，喂，喂，喂。想想那轻点好吧。不是我上头的话，听不出。喂，哎，你听得出了吧？听不出。什么在响呢？啊，哦，喂，哎，你听得出了吧？哎，不，哎，侬礼拜三来，工资都搞错掉了。我是叫侬叫侬录音机关轻点，我闲话讲了响嘞。这位啊，侬搞错了吧？哎，董事啊，哎，我不是叫侬轻，哎，我讲那录音。那两个在那调龙灯啊？啊，好嘛嘞。喂，侬看电话断掉了，侬看。老了不听录音真是，哎，上毕业到现在电话还没停过，侬看，足足四十分钟了。现在等电话嘛，电话都不响嘞。行了，再来电话我来接好了啊。算了算了，还是我接吧。昨天夜里向侬想么子想了蛮晚的吧？早饭没吃了。早饭没吃。哎，小明啊，哎，帮伊买眼点心呢。哦，不，用不着，其他我自家吃。嗯，小明，我不问了，马上就来啊。哎。徐大。哎。有桩事体想跟侬谈谈。要跟我谈谈啊？嗯。那哪还是申请房子事体啊？哦呦，桩事体想没想过嘞？不是的。哦吼，寻着男朋友嘞，要靠大桩，哈哈。徐大，侬讲点啥？男朋友在天上飞嘞，不是的。搿么啥事体啊？徐大。嗯。前两天侬勿是叫我到城建一道去监察工作吗？耶。就搿事体嘛。侬到城建一道监察工作嘛，侬收获蛮大的咯。大，不要太大哦。啊！他宁。
个小姑娘，哎，不好冤枉好人啊！啊，徐大，我没冤枉伊啊。前两天我得伊一道到天天山海鲜城去干只工作，伊看见人家个经理助理是个漂亮的女人，奶奶，我有上去搀手的动作对吧？不不能看到。那我得走了。哎，你看到。哦。嗯，我讲个。哎。哎呦。这个表演难度啊，蛮高的嘛，就要搞起来。嘿嘿嘿嘿嘿嘿，手还要抖。嗯，这个是啥意思？哎，小妹，这个是啥？哎，这个不就是神机？我啊。是神机哎。嗯。那侬晓得个呀？我本来你辣辣做公鸡场，哎，侬看那，其他，哎，你到公鸡找了啥辰光开始开光啊？今朝刚刚开始。哦，侬我情绪不大好，是吧？哎，小斌，哎，这个其他动作倒蛮好看的。嗯，就是这个，嘿，这个手挥起来像发激动步一样。不大好看。不大好看，不大好看。我去理解啊。哎，重新再记一下啊。那个小斌啊，哎，你要忙去理好子搞搞我。一句闲话。啊！我跟侬讲个事体，天真来吃，我没造谣。哎呀，我会得跟侬保密的。小姑娘真是。陈姐啊，哎，这个两日天监测情况哪能啊？哦，是的，哎，我到正好有桩事体要等汇报了。有一家单位啊，侬是不是另外派人去监测？哦。哦 ，PTC 海西人，耶。六月了，李先生，我也不晓得你哪能会跑到搿边地里去打工去。你不是蛮好吗？那夫妻两家头情况不是更加好熟悉了吗？哦、不，我想避开眼嫌疑哦。哎呀，六月是辣辣里向打工的，又不是法人代表，侬吓啥门呢？是的，我想想，侬不要叫我难开了嘛。好了，劳动法辣辣阿拉手里向，只要依法办事，不受贿不隐晦就可以了嘛。胆子大点，放手去干啊！好啊，搿么陈姐我去。哎，来。劳动监测大队到了呀，那快点呀！来了。哎，李经理叫那昨天办的么子，那办出来了吧？办出。一定要办出哦。晓得。办不出要闯祸哦。有数。哎，邓特下，我只要讲这个是因为在拍起手，那马上出来讲，晓得了吧 ？OK。好好，我来。侬，侬讲的就是伊拉两家的。哎呀，侬看看伊拉两家的表情情况嘛，哎，来拍张相。做啥啦？侬来啦？侬不想我来？想好老友同志。从今早开始叫友友。半个号头没叫，今早又好叫迭个两个字啦。我老要听迭个两个字的。搿么我叫了。叫呀。啥又没叫了？友友。是讲的，来啊，自己。难道好家伙打折给我了啊？嗯，今朝外头冷吧？冷哦。喏，我等侬喏，拿了一件羊毛衫来。到底是自家老婆喏，谢谢啊。我来跟侬穿。哎，不，老友对侬好吧？等吃中饭休息辰光我来穿。讲着自家老婆呀，该有啥道理啦？没辰光。那我再跟侬带了一样么子。热死的我需要哦。侬不要讲，真的是落得老冷的。哎呀。侬不是等我提出协议离婚吗？你这戆头，这个是刚刚不想想的呀。这个事要等我刚刚不想想啊！侬看我们家哪能收拾侬？陈姐，自从我进了 TTC 海西人以后，我接触了交交关关男人。啊？哎，侬不要紧张呀！哟，侬看我紧张的嘞。
妈，才是客人呀。哦哦哦哦。留守男人虽然钞票老多的，但是内心是老空虚，老空虚。留守男人虽然地位倒是蛮高的，但是前途是老渺茫，老渺茫的。只有我的男人，英俊、潇洒、有文化、有知识。不要再拍了，再拍我去，人家跑进来当中拍棉花台了。悠悠啊，可能好啊，今朝夜里六点钟，我准时到里。真啊？奶奶，那么侬要是迟到一分钟，关了我门外头。好的，那么我等侬啊。哦，等我夜里烧着好吃点个汤啊。有数了。哎，今天是海鲜人的事体，侬心里要有数啊。放心，包了我小孩，忙忙一小时有。悠悠啊。嗯。侬刚啥个地啊？那天天是海鲜人的事体，侬还是来监察的。侬这个事体要心里有数呀，晓得啦。我刚刚清爽。嗯。原来侬今朝来等我画好的目的，就是为了搿摆天天是海鲜人了。哦，神奇。哎，不，后头再加两个字。啥字啊？动字。动。弄得像真的一样。自家老婆哪能办法呢？为好没人先哄哄伊再做工作。我讲，圆圆啊，搿一桩事体，我不是，对面哪能关键辰光来人个啦？陈科长，哎，阿拉好开始工作了伐？不，开始了，开始了。我先跟侬介绍，迭个是天天去海鲜人。哦，阿拉一道去。葛末陆毅同志啊，上一刷辣新闻通知书高头叫侬带来材料，侬侪带来了。罗毅同志啊，从侬的材料上来看，那的确没为员工支付过三金，这个是事实。哎，这个是事实呀，不过搿桩事体勿好怪阿拉个呀。为啥呢？喏，这个是因为。杀错！大哥，是你自家勿要付三金，因为你想拿现金。这个是为啥呢？你付出三金以后，钞票拨了人家用，放辣裤裤里自家用勿着，老板发出现金。自家随时都还用，存到银行里还还拿利息，侬还我讲怪啥？是迭能桩事体啊？喂，哎，啥人请侬进来的？不是嘛，我得意讲。勿要紧个，小兵啊，让伊多讲眼嘛，阿拉多眼证据啥不好呢？啊？罗毅同志啊，从侬个月报表上反映出来，那加班超时也相当厉害，而且好像礼拜天也没休息嘛。对个，根据劳动法规定。每人每天加班辰光不得超过三个钟头，每个号头加班辰光不得累计超过36个钟头，侬晓得吗？晓得哦。不过搿桩事体勿好怪阿拉个呀。又勿好怪侬啊？当然了。为啥？喏，这个是因为报告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求加班的，因为我们空着不得事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加班，我们钱就多了；我们一加班，我们今天生意就好了；我们今天生意好，我们奖金就高了。我们反正不加班也是空着，空着也是空着。既然空着，我们就不让他空着，不让他空着，我们就是加班加点，就是为了多拿钱、多拿奖金、多拿工资。我的话不等了。要命啊！我今朝逮到这李鹏头啊！喂，啥人请侬进来随便瞎插闲话啊？请侬客气好吧，啊？小兵，啥事不正？我搿出苗头来了。嗯。可以断定，今朝伊拉到得来是有计划而来。真的？嗯。侬勿相信，我现在即使随便再提个啥问题，肯定后头还会有人进来。好。试试看啊。你好。哎，这个是因为。报。同志啊，我问题也没提，侬哪天进来了？既然侬确诊我要来，我不来比赛也缺一了。好的，那么既然进来了，有啥闲话要讲？我跟人从来不讲假话，专门讲真话。我就是要听真闲话。那么老同志，他同志，我老早跟侬讲，刚刚两位同志讲个好结才是假话。哦。结了没办法啦，这是李总经理要结了，跟我讲。是吧？非说要超结了云了，哎，给我。李总经理叫侬讲个闲话，侬啥体不讲？哦，我晓得了。天天去海鲜城的事体，还是侬激发的。是又哪能？不是又哪能？
老实讲一声，阿拉老早有事先准备嘞，那穿了羽绒好嘞，那穿了开刀好嘞，开刀不要紧，只要是你进，开脱我嘴了，还有我们嘞。妈了，等我差三斤半啊！怪多少？哎，轻，我出不去了。哎呀呀，哎，喜欢，两百多公斤压着嘞，我出得去啊！哎呀，好，那三个人吃力吧，吃力了，才能等子上手。哎呀，好，都年结束了，哎，西瓜伢都吃了。哎呀，吃力死了，哎呀，怎么弄嘞？哎呀，老叶同志啊，从侬今朝搞来的材料，得知了十几个监测。那天天去海鲜城存在下列几个问题：第一，没得员工支付过三金；第二，也没为员工订过劳动合同；第三，外劳里的使用也没经过阿拉审批授权；第四，加班超时相当厉害。所以，天天去海鲜城在劳动用工等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阿拉要进一步核实。核实以后，那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整改，非但要补办手续、补交费用，而且还要交滞纳金。行啊，作为侬是 TDC 海鲜城城市负责人，隐瞒事实真相，事发后还想进行打击报复，为此，阿拉将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稽查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侬也要进行处罚。侬假公济私，什么？公报私仇，打击报复，无理取闹。侬，罗宇同志，听侬讲，我要有证据啊！我哪能会得没证据啊？我证据不要太早。好，有证据侬讲。我讲了。侬讲。讲我讲出来，侬不要后悔。侬讲。因为我要跟侬离婚。侬干什么？哎呀，陈姐，对不起，我对侬误解了，我不晓得伊是侬爱人呀。那前头哪能不早点跟我讲的啦？真是。原来侬晓得为啥把我的电话都挂掉。对不起。不起，侬放心。喂。喂。哎呀。李经理啊，哎，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了。哦，啥人？哎，是周亮接发的呀。周亮，侬快点来哦。好。侬再不来，我吃的一块全部要摊塌了。我是扛不牢了。好，我马上就来。哎，侬快点，快点。好，我到了。侬不是啊？啊，我已经来了。那侬介快了？我就来了门口头。既然那才搞不定，看我啊！这个本人是 TTC 海鲜城的总经理，我姓李，叫李三，请多关照。哦，侬就是李三总经理啊？对，我是久闻大名啊。不够当，不够当。这个关于阿拉这个讲三金，阿拉李总经理不要讨好。哦，三金毛价多加点工资，就是就想出来了。哎，是吧？啥子？关于阿拉弟弟三金，我们李经理人不要太好，我们加班加点就是为了多拿钱、多拿奖金、多拿工资，就是他想出来的。哦，你放下。关于这个三金，哎，你个李总经理不要吐槽，叫你不要签合同，照样好申请拿失业救济金，就是你想出来。哎。没晓得自己啥人话，就是没有到罗大新加坡。我又发现了，我操！啊，那三家头还我回港来啊？回去等那收账。现在我好讲了，这个关于阿拉三。要不然哪能去新世纪了？李生叔来了，李生出来，俺们那又来了了。我在生气啊，生气啊！我今朝李生叔调花头了，调六只香蕉，香蕉吃下去是补脑筋的，这个不是交关灵光。听见吧，听见吧，伊拉还受欢迎呢。喂，你搞的啥？巧玲啊，啥人叫侬动送李生叔来的？巧玲，让我看看，阿拉现在正在了工作嘛。哎呀，我有重要情况要向那汇报啊。伊情况侬讲。拖欠我半年工资的老板塌了头，我碰着嘞。找伊吧。哎呀，等我反应过来，已经趁差头逃脱嘞！哎呀，大姐呀、啊，你怎么不把他吓死的？哎呀，我也想把他吓。欢迎光临。哎呀，是侬啊！侬晓得的呀，就是那天天去海鲜的，我跑进去哦，那高头当上了到一只鼻头呀，那么一家鼻头2600块刚刚撑起的呀，那么一家把我上挖脱了呀！哎呀，上挖脱了我急不啦，那么我去寻伊讲闲话嘞。哎，侬听我讲呀，哎呀。
这个你这眼睛哦，太瞎了不得了哎！哎呦，你都出来了，哎，模样哎！哎，这个人啦，别头啦，唱歌不晓得侬唱歌，来来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哎呦，强强弄来给我看看，哇！咋了？太白的，哦，好起来，不急啊，我捉牢你了呀！不，乔林同志啊，我没搞错，没搞错呀，你这白头不脱啊？哎呦，本来你这白头没个这么加高呀，像特别脱个高中故事呀，现在对不啦？刚刚去刚刚炒上去了呀，7600块的嘞，是吗？好，那么乔林同志啊，哎，现在请侬先放手，不好放哦，一放脱子么要逃出来。侬放心，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阿拉对搿种严重违反劳动法的人，一定会得依法严肃处理。好极了，太白头，连侬当石子白头也没用上嘞。哎呀，我李公子杀岗了。啊，同志，侬蛮吃力的。不是我，侬蛮吃力，侬休息休息，听我讲，好吧？丁能，侬辣辣3天之内，拿侬前几年开公司所有的材料送到处理了。阿拉一并搭海鲜城的事体一道处理。连我讲光了，侬要回去休息了。啊，好走了。开路嘛事，好走了。侬好走了呀，好回去了呀。我讲好走了呀。我讲我一句话没讲过啊，早晓得给侬我两秒来，我来做啥啊？不许我讲闲话去。吴少爷，侬做乌龙哪？哎，我做乌龙，我做乌龙，我做乌龙。哦，这个领导被拉得太紧了。好了，好了，现在好了，李经理，那侬看下头哪能办啊？下头，既然是周亮交的密，拿周亮炒脱。周亮不好炒脱哦，厨房间全部要靠伊的，不来事。那好，那么我就炒脱顶没用上的人啊。啥人顶没用上？侬，欢迎光临。侬，齐家伟。侬，鸡油条。侬。侬连自家男人也搞不定，专门坏我事体，看来侬顶不用上了。明朝开始，侬不要来上班了。阿拉是劳动哦呀。对，是劳动哦。劳动哦么哪能？社会上想老是不要太多哦。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碰着以后，酒肆台上是亲热无比。我敬侬两杯，侬还我三杯。卡拉 OK 唱唱，弄个小姐摆摆，表面上称兄道弟、贴心贴肺，低下头后应我扎，我还侬死。到了赚钞票的关键时刻，这个老子通通白不光。有句名言叫“天好万好，不如人民币好；爹亲娘亲，不如人民币亲”。老同学，哼，说嘛你的东西。总经理。这种讲好不对啊，做人还是讲良心是吧？六十里做人还可以的，自从进店以后，日日夜夜带了走了一道，侬看做了多销售啊！本来收租税还有91斤了，隔两年不对了，隔两年只有19斤了是吧？我清脱19斤对不对？哎，李经理呀，你这个不对的，阿老板说我们加班加点，一起做。好，停。看来那三家头非常讲诚意，应该的。我成全大家，好个，通通炒掉。呀，包括炒，包括炒，包括包括。李先，侬先上台弄。侬看看清爽，此地不是侬天天去海鲜城的，是劳动监察大队，是执法机关。啥点啊？今朝跑到此地来，非但不来负三斤，还要5斤和6斤啊！前面讲个闲话，闲话倒讲了不多，三桶水都喷得来，像了叫花一样。啥的啊？侬是来向阿拉示威的？侬是来向劳动法示威啊？李三啊，李三，侬们好好去想一想，侬触犯了多少法律法规啊？侬签了多少劳动者合法协议啊？侬还有资格跑到这来生气不已啊？我等侬讲。侬不要认为是外商投资的私营企业就可以为所欲为。告诉我，只要侬是辣辣中国的土地上经商，侬就必须遵守劳动法、遵守社会保障条例。侬晓得吗？侬，你搞什么东西你？啥天啊？啥天啊？金光金光，汪浪汪浪，耳聋响雷，眼睛呆着瞪到黑。再提醒侬一遍，不允许侬用搿种手段。
来带来收我员工。奶奶，我拿伊炒脱，侬心里想难过是吧？哼，阿拉单位里向员工进进出出，也怪那劳动干涉大的管啊！帮帮忙，小吵吵，通通吵！哟，李三，哎呀，又气侬！哎呀，这是不是毛病又犯了？这是什么？哎，再见我！拿着小车干擦干擦，拿关心过职工的生活吧！不好了，张师傅人晃过去了。小兵，哎，快叫救护车！哎，海水路里向一个人也没得。哎，李总经理哪去去啊？不晓得。哎不，你问我，我问哪个啊？哎，在我东门口。哎，郑师傅啊，请问，哎，你那个，哎呀，哎呀，郑师傅啊，你怎么从医院那溜出来了啊？不是溜出来个，医院里打出来个。哎，怎么上吊的？哎，医生刚好开刀嘞。哎，怎么开刀没做啊？钞票要交关。多少钱啊？四五万了。哇，要四五万啊！那两个都加一眼嘞。哎呀，只说啊，你要打房子，问我加四五万。哎，我这个一栋得统统卖脱，俺不四五万。周师傅哎，你晓得的，我们两个人工资就这么一点点，不得起。我晓得个，所以问李总经理来加一眼了。哎，对，好，李总经理。啊，哎，李总经理出来了。出来了。哎，李经理啊。李总经理啊，来喊我。好，停！今朝没心想听到在地震声音，啥事体啊？那周师傅他从医院的溜出来，周师傅啊，他是我哪能啦？我医院里打出来了，啥事体啊？事体是各项目，请问呢？阿里周经理啊，那周师傅是在医院里嘛？医生讲要搞开刀噻，那么开刀呢要四五万，四五万。哎，李经理，你晓得的，哎，周师傅他人老实的，哎，他不得。哎，他想跟你闹。啊，我晓得了，今朝那寻我就是想要点钞票。对，那么想过啊？现在那三家头已经不是海鲜人的人了。对啊，那李总经理啊，你该要凭良心讲啊，你老早是海鲜人的人啊。阿拉老早帮侬一道走啊。我们帮你们赚了好多好多钱嘞。对，那老早是海鲜人的人哎，那为海鲜人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哎，我老早还是海鲜人的人哎，我也为海鲜人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哎，那把海鲜人炒脱了哎，我也把海鲜人炒脱了啊，我现在不是总经理，你根本啥你总经理，啥你总经理，等他些董事长回到来的人民，那去寻你去，哎，阿拉去。几个我真的话是讲的，哎，几个你从来不讲真话。哼，我看他像赖账，前头就像赖账。你我到，听到，到，进来，到，三家头马上去顶我去。晓得。哎，李总，你这个不对的，你这个是哄他的。我跟他讲过了，这桩事体懂我不得讲嘞。跑出来！哦，是侬叫平平来盯牢我，对吧？哎，不瞒侬讲，上坡侬万一想不通，跑到苏州河边浪扑通一记嘛，金山金石了，碰不着嘞。侬老希望我扑通哦。正因为不希望侬扑通，所以叫平平盯牢侬呀。侬来我位置吧，侬退后三步。哎，王小平，那个脾气改不脱了，真是。好了，那好就，哟，那看到吧，巧吧，一家门侪来了，该嘛？是的，老爷，陈姐啊，哎，侬打个报告，这个申请啊。
已经全部批下来了。真的？嗯。我有听到吗？海先生如果问你家哦，一、一、两，其他我一家头退。我当时集体退了。太狡猾了！啊，过来找他呀，周师傅。哎呀，老助理。找出来了。老助理。医生讲要开刀，要4-5万，我到哪里去拿回来？我去找人了。那天天些海鲜那个外劳来登记手术，我要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侪办好了呀。好，侬好放心的到医院里向开刀去了。真的？哎呀，老助理啊，来了哈走啊！周师傅，我话李鹏对阿老弟啥个不幸福的全家。哎，对了对了对了。阿老板，以后我们打工就放心了。哎，谢谢啊。用不着想我呀，那搿桩事体啊，应该想想伊。谢谢啊。应该想个是伊，谢谢啊！那三位真的要想，就想想劳动法，想想劳动法。这俩，还有哪两位？我要跟他打个招呼了。虽然医疗保险是帮侬解决了大问题，但是那三个人的工作，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你高高，那尽力嘞，工作阿拉再讲嘞。周师傅，你不要安慰嘞，当然有责任的了。哎，陆宇啊，今朝。我都要为伊讲两句闲话了。我你个劳动法能够保障伊拉劳动权益不受侵犯，但是不能够保障伊拉永远不被老板炒鱿鱼啊！为了让伊拉个三金能够分期付款，我呢千方百计来动脑筋，另一方面来了想办法到学堂里去里下饭，能够增加哪个业务？陆宇啊，侬这一趟是错挂一些的。米生送来了，阿姨来了，阿姨送来了米生送，哎呦妹妹啊，哟那来了的呀，我今朝米生送的用多啊，有 A B C D E F G H I J 啊，弄这个米生是吧，越送越漂亮了，好哟，我开心呀，哎，那晓得吧，突起我半年工资的老板太白头，伊拿钞票还不过来，真啊，当然了，哎呀。应该应该，我讲这个巧玲哥哥，啊，又做哥哥了。侬这个专门送维生素给伊嘛？侬这个印象。哦哟，侬这个大队长嘛，真是！我今朝这个维生素是送给上级的老婆陆玉吃的，这个侬也要管啊？哦，陆玉啊，哎，你请你过来了，去，妹妹，谢谢阿姨，阿姨。那侬一些些像忘记这个啊，都打发。老邓哦，没好，没好。哎，你去那边走，你这钱没有给我们来。哎，啊，妈妈，我。不要紧。传真人民事，李三严重违反劳动法，使TTC海先生在了生意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而陆玉女士工作认真负责。通过此事，对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法规有了新的认识。为此，经董事会讨论研究，作出以下决定：一、免去李三总经理职务，停止其一切工作；二、任命陆玉女士为总经理，支持日常工作。董事长拎得清，这董事长是拎得清的。高高，阿拉不要惨了不？阿拉惨了，哦，现在不要惨了。咋的？阿拉不是接了人了嘞？陆玉啊。侬现在是总经理了，侬可以聘请侬自家所需要的人了。我啊，啊妈妈，有句不用攻击说兵。你这家伙太了。好，我正式聘请了三位为 TTC 海鲜城的正式职工，工作岗位照旧。谢谢啊，用不着谢。总经理啊，噶有啥个位置，让我噶一接了。侬啊，哎，好，我聘请侬为厨房间水果评分技师。谢谢总经理啊！我不伊拉大人家一喊，我真的要昏过去了。好好好好，中午呢，中午呢，中午呢又重新恢复了工作。罗毅同志啊，我要祝福侬当上总经理。啊，谢。我晓得个，我这个男人辣辣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没地位、没钞票、辣屋里也勿会买大烧的男人。但是，值得让我欣慰的是，通过五年的工作。让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解除了伊拉的后顾之忧，是劳动得到社会保障，让大家真正享受到了神级乐园啊！咦，爸爸叫神级，妈妈叫乐园，那两家的名字加了一道就是神级乐园。哦，一、两、三，又退了，我不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 ，TTC 海鲜城正式开张。好，真好。
走后的一